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，既然困难来了，我们勇敢的去面对一些困难，跟孩子就是做这项心理辅导，还开阔一点，不要去想太多，勇敢的去面对。人生的路上肯定有很多坎坷，反正努力就行了。我觉得考试也不是唯一的一次。我的孩子应该说，整个的心态还是比较好，还是比较放松，加上我们家长呢，也不会给他非常多的压力，所以呢，整个感觉情绪啊、心态啊都不错，应该说，我觉得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发挥出来，顺顺利利的就可以了。我呢是一名交警，参加护校工作呢已经参加了15年了。今天呢有幸呢这个是自己的孩子参加中考，所以呢今天我是一名护考的家长。今年虽然呢疫情的影响，但是呢学校的老师们对考生提供了很多的关爱，同时呢我看到了这么多工作人员，所以呢我也很放心。今天是中考的第一天了，那么也正值周一的早高峰，所以为了确保考生能够正常安全的进入考场啊，我们也采取了临时的交通管制，同时增派了那民警和辅警的警力啊，确保这个道路的畅通，那么确保我们这个考试考场周边的这个秩序的井然